管我现觉在。得试喝比较好冲康你吧，试喝感觉就很好放什么迷幻药、安眠药、什么神经病药之类的，可是试吃感觉就放一颗药在里面就很奇怪，就很难弄啊。啊，林北又练财啦！谢谢你的答案，我也请你喝一杯原子猫，符，原子符。原子符，啊，好开啊。馆轻松一点。哦，恭喜你哦，谢谢你的5美元哦。他说听到我们两个唱歌之后，他那个打 rank 轻松赢。他说以后可以每天都唱歌。有，他在这边，他在我这边丢过一次哦，啊，谢然后他谢说你哦。nice。刚刚那什么 crazy god 一直要请我吃麦当劳，不要啦！你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啊，你找你朋友一起吃，真的。我如果每个人都说 OK，我就要爆啦，我就爆啦。我也不是怕你们害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怕这个叫什么，你们的盛情难却，好吧？他是怕他自己吃屎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不吃就会死，所以你们一直买，他就一直吃。这社会这这个接下来结局就是这样。有，当你接受第一个以后，就会有第二个；当你第二个以后，就会有第四个。你就这样啦、啊。那之后我就不愁吃穿啦、啊，哦，不是，之后我就变成我每一个人家问的，我都会得答应啊，对啊。所以还是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找你的好朋友，真的。没朋友怎么办？你知道我啥？太伤人了。啊，林北又练财啦！聊天室谁要跟他谢吃谢啊？老王，请财主的该洗澡了，不然我会喝到我的汗。OK，你老王打完球回来，还是 老王好可怜哦。老王每次抖那个都是那个什么未署名 匿名，那你怎么知道是他？因为他刚刚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 ID 都会被匿名啊，所以他刚刚说我是老王。现在匿名的我都会自动把他当成老王，这么强？啊，我这样子好了啦，以后我们办一场台剧，一年就一场，然后我们去非常屌的餐厅，我们把它包下来，啊，你们出钱，就我们找一个100人的台剧，然后我就当那个其中的一个，然后你们出钱，这样你们就请到我了，好棒啊！那我可以也是顺便搭个，顺便再吃一个吗？你要吃吗？你当敢然来啊，吧？好，餐厅当然是好吃啊。好啊，那就我家星星，好，那我们就是再邀98个观众，然后你们出钱，你们出钱，重点是你们出钱，啊，你们不是很爱请客？我不知道请客到底有什么好爽的，我不懂，我平常请客都要543，扭扭捏捏。他们会先饿哦。大 ID，这杀手本能为什么这 ID 好熟啊？对啊，感觉他是遇过的。一定是你要嘴他。屁嘞！我最好是每个人都嘴哦。我就他妈清心正直善良不嘴人的，我只在实况用嘴巴讲。可以打哦。你是点榜吗？还是 Q？啊，那啊，林北又练财啦！破分。立系立功三小，我都丢300下，你再问这？Nice，立系列功三小。哦，不是，我不是讲你啊，我说干爹啊。什么星星来就好，我干你老师！你们有没有鸡鸡啊？你们讲这句话的时候，鸡鸡不难过吗？鸡鸡，这是没更小。你当我是正常人哦？
他水快喝完了、欸，那个唢呐。哎、欸，他水喝完，他水真的喝完了。他很努力的在破壳，结果发现怎么 AD 血还这么满。我觉得你还是不要丢绑好了啦，你先不用绑啦，因为这么远其实基本上绑不到、啊、那个有点短。对啊，你那个超短，而且飞行速度超慢，那个人看到真的都闪掉了。送啦，他没血了。你也没血了。还好啊，唢呐没血比较好啊。绑吗？好、啊，他应该死了。哇哇，没中，没伤没伤没伤，还好逼一个闪。你知道唢呐唢呐线只要被逼出一个闪就爆了，他们会超痛苦的。嗯、那个唢呐就再也不敢站在那么嚣张的位置了。还好，这样超赚啊！工读生来洗碗，我操！不是哦，没有，你们就每次都在那讲说我请你，我请你，我请你，我就找一个机会给你们大家请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其实你们这样去续额真的也还好啊。如果我真的找到100个人的餐厅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再负担一个肥宅的份，我再怎么吃也吃了不起2000，哦，不是太多了，吃个1000块，对不对？100个人，每个人只要出10块就可以喂饱台主，喂饱实况主，多好，好奢侈的感觉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其实我觉得这 ID 很棒哎、欸，只是要有餐厅肯跟我们配合。欸、他多我们一个装哎、欸，我们要找机会回，还是要继续撑啊？其实我觉得可以继续撑哎、欸，因为这吉英克斯，干这个吉英克斯 ID 好酷哦、喔。吉英克斯丝宝干，丝宝干，怎么那么可爱啊？你都会偷喷哦！我看看位置在哪，我以为他会往前。哎、欸，强吧！没吃到，不小心的。你可以帮忙看哦，李信在。你刚竟然不先绑，他都走到你面前了，我真的也是不知道他哪来勇气。没有，他是后面有人吗？嗯，我觉得哪里有鬼、啊？结果我看九筒在中路。对啊，他哪里来勇气敢走到那个位置啊？这是被他吓到，我想说，应该是后面有什么鬼东西。这场赢了，我捐0.200美，干，我是他妈缺这0.200美哦，他妈干，你他妈的，给点尊严好不好？这叫什么羞辱？这叫羞辱。我想挡他的被动，可是他从头到尾都被动没有打中我。绑啊 ，nice！ 你可以贴到吗？他死了！哎、欸，怎么后面有人？啊，我这闪现真是牛逼啊！我死了 ，OK 的，赚翻。哎、欸，我这闪现有一种职业选手的感觉，你有没有这样觉得？你不是世界冠军吗？对齁、哦、欸，赤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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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去帮他们赤龙！没有你磨砺过吗？啊，你去打普攻，去打普攻！欸，你去推线推线推线！你不要赤龙，你不要赤龙！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去赤龙，你去赤龙！有草欸！有，抱歉。有 AD 在吗？然后不要打。欸！哇！交筒交闪啊！交闪！怎么那么可爱啊？他就下来了，他想偷偷看。好、欸，back off。
可是没事，他现在没到，我们可以直接打。他 Q 你能挡吗？不能挡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是我他痛的是被动啊，就这个他痛干。好烂哦！怎么不能挡？坏了，不能挡吗？我怎么记得可以挡？你这是开慢。怎么可能？我这是手速。哇！我操！哇！他反杀还好猛。哎、欸，可以帮忙看。我觉得你可以绕一圈绑绑看三角，如果他还出来的话，他应该是会吃兵。对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好，不用了，他回，我跟不到，好，poke他而已。你可以跑、啊，你可以跑先。是啊，对。拜拜，路上小心。他应该会死吧？左岸这个白痴真的是好赶走哦。哎、欸，他这个 ID 我真的很有印象哎、欸，我忘记谁了，谁了？他走位真的好敢走、哦，没有，他应该不是打 support 的，他应该不是打 support， 然后我接他来给我影响。我在走，我在走。我要死了！下大！然、哦、后你干得非常好！我操嘞！我操嘞！弄死你！我操嘞！我超久哎、欸！我恋爱了！我操嘞！这是有我当年的风采，你知道我当年？哦、你知道？我不想。你不想什么？我不想。你不想什么？你讲清楚啊！讲清楚啊！我现在随时可以中离哦！你讲清楚啊！军你，你知道有一个日本的职业选手很喜欢我吗？就是他说我的伽罗真的是玩得太猛了。然后日本选手哪时候日本选手、啊、有一个采访，有一个日本选手说你最欣赏职业选手是谁？高不是最近才进日本的吗？对，就最近啊。他说你最欣赏职业选手是谁？他说我最喜欢看的就是 Mistake 的实况。然后他说超烂哎、欸，尤其他的伽罗玩的真是倍儿棒。棒，真的，他说他都把这个 combo 的技能叫做 mistake 什么 wobble combo 杀小的，我忘了他讲什么，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啊，因为他是日本宅男，不是、啊、他日本职业选手男生。那没大哦，谁？索娜吗？那有大吧？哦，帮忙看！挡到了，你怎么打？哦，你们都踩到，晕倒了。我要跳伞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盾不见了、欸。刚刚在干嘛？刚刚可以杀的东西。刚踩到夹子啊！可是我刚刚盾。就是我刚刚盾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，好像被索娜 Q 到吧，他超帅的。冷静，他吓到我了，没有吓到我了啊，死了，还好吧，我换掉吗？好、哦、换掉，他那个血跟我讲换不掉。索纳波杰，我觉得波杰真的很靠北。太胖了，盾只能挡掉一个夹子，又踩到旁边的夹子，这么衰哦！真是太胖了。
聊天室观众应该有印象那个日本的采访吧？日本选手采访 有啦，有，我真的 care， 因为我被人家讲说很厉害，我很爽，你知道吗？我真是看错人了。God， 你知道 Mata 当时我在后台跟他签名拍，不是签名，跟他拍照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哦 ，mistake， 哦 ，mistake。”懂韩文吗？啊？我听不懂啊。对啊，不是啊，他就说怎样？而且你怎么那么胖？你本人好胖。屁！那时候你在场，你跟我胡乱。对啊，他讲的话就这样，我们真的懂韩文哦。你跟我胡乱，你他妈在场。喷笑哎、欸！我跟你讲。怎么你碰梦到了？干聊天室真是没救了！来来来来，赤龙赤龙赤龙，他们 AD 回，啊，林北又练财啦！我是胖子，呜、怎么闪大啊？我们Irelia不在。晚安，晚安，谁啊？我刚没看到你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没关系，我心与同在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他们来了。这波有点危险。Irelia 刚在等钱，等装吧。Irelia 刚好像在等装备，没关系，有 Irelia 在。我清兵超快的、哦，我是希威尔、欸，哇哇哇哇，好烂哦！他太歪了。没防到。他那边，我怎么记得那边有眼啊？没有防到。哎、欸，中路没大，中路没大，中路没大。那个真的好白目哦！我刚真的我打他，他怎么不上去晕他？我很认真的在想，他在冲阿小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个，我觉得那个，我旁边要惊吓到哎、欸，他好像得了那种不 Q 会死的症。塞里奥，塞里奥，塞里奥，我往下走。哎、欸，你小心，小心！我要车出来！妈，我真是漏炮车王哎、欸！我、哦、这波我 BF 了，好吧？哎呀，神装神装神装 CB 路，啊，林北又练财了。以前能常态发动的身手，现在只能以极小几率偶然发动。呜呼哀哉，前世界冠军五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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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别嘴炮啊！啊！为什么要换一只辅助？他们是在中邪是不是？然后再换一只辅助来。那么会捡我的尾刀啊？对啊，石头人来了。哪死啊？妈的嘞！什么身手？再跟我讲，你在屋，你在屋，我他妈傻逼，你在屋，你在屋，我他妈傻逼，你在屋，不是？你刚有看到我那个反应吗？你刚有看到我的操作吗？你刚有看到我那个反应吗？把球网直接秒了、欸！你知道当年球球看到都跪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屋，你不要侮辱他嘞！靠背，吃吃吃 ！Oh my god！准备绑哦，准备绑，准备绑！我治愈，我治愈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升你压位置，升你压位置。OK OK OK。他左脑有可以秒掉我，开玩笑！我都已经睡醒了，还有一睡醒了是不是？怎么？你刚刚也太挫了吧？睡醒了，现在才睡醒，干！超猛！我是看起来很累，一年只能用一次。我看那个很猛吧？那石头人应该都跪了，键盘都坏了。You can't take the desert。 那为什么他的骑兵可以用？啊，林北又练台了！不行。几小几率发动两次，该买乐透了，磕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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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磕那根眼为什么让他这么短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根眼在那边。我下去了，我下去了。感觉你去围着伊瑞利亚那边坐，好像有机会，因为石头人蛮脆弱的，你伤害应该可以直接贯穿他。我不在哦，我掉跑车了。这边 AD 也不在，哎、欸，你绑直接下他，哇，好死！哦 ，mistake shot，nice mistake， 哦，你看猛 ，nice mistake，nice，nice，nice，good job，good job， 哇，他怎么红啊？你看他说我猛哎、欸，看到吗？猛，不是哦，不是我猛，不管是你猛，我杀人所难，难是你猛，不是我，换你。哦，红红鸟们，没大就没安全感，不算挖回去。感觉被他切戳两下就要爆了。哎、欸，我神装了。我也神装了。你也神装了是不是？那我们可以跳给呢？你怎么三一三呢？怎么了吗？我都单杀哦。那我三一三啊？他说杀人。我要去下路吗？哎、欸，下路三个我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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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打三，没一打三我切。哎、欸，帮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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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帮我，我要切了，帮我。没有办法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有大吗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要升，你要升，你要升。哦，哦，要死人，搞清楚状况。啊！哇，这个牛！我要死啦、啊！我看到那个飞弹太大了，死掉啊！飞弹太大了是不是？我要出个魔防。我出魔防没什么用。切八段啊！切超烂的，有塔你还会死？没有，我就不。他们三个人不是你这个时间点，你有会不会玩英雄联盟啊？这个时间点塔是重点吗？不是、啊，你在那边嘴炮，你退就好了，开个 R。啊，林北又练台了。我看你们人都在啊。你在那边嘴炮，能让我们杀那个 AD 吗？你说杀 AD 吗？你
他就在打 AP 你那边的。哦，干，他竟然问 Irelia 要红，我干，我好难过，我好难过。你们看你多烂，我好难过。你这样就没做到事哦？没有哦，我在带兵线哦，我做很多事哦。好了，我要哭了啦！你干嘛放弃我的感觉？我回去出红霜，我回去出红霜。要这子没有，还久，还久，还久。哦！你小心啊！你小心！这么痛啊！很累了，打他！妈的一个逼耶、欸！敢杀我家 support， 操！这样也没有不赚啊！操！哎、欸，刚旁边怎么有烟火过去、啊？还好他救了他，哇哇哇，快啊！哦，队友要死光了，我来了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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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爹，等我。干爹，干爹，我来了，干爹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快死啦！快死什么啦？他们会死。死什么啦？吃龙啦！快快快，我来了。哦，三次啊！阿林没有练财啦！老板，辛苦切一切，我有嚼辣，然后麻烦中姑放一点，谢谢。看你这个口味也很重哎、欸，七八段啊？不是啊，我说我干爹有变态啊，他们都没救了、啊。当然了，有什么样的死胖子养出？别嘴炮啊、哦！哎、欸，这波可以打啊、哦！你要不要上去牺牲？你有大绝？可以啊。来了，我加速了，开开开，开，快开！唢呐，唢呐。干、哦啊！我怎么死了？哦，我又被那个飞弹射死了，什么东西啊？飞弹不是变烂了吗？奇怪、欸，哦，哇、哦，游戏不是。游戏怎么有点难玩呢、啊？为什么连你也死啊？你也太烂了吧！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做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你会死啊？你不是 AD？ 我刚、okay ，你知道我刚刚被塔打了605滴。不是，啊，你干嘛要去给塔打、啊？因为我刚刚想要杀他。被塔射死。哇！你那个白银不是带给别人的？发什么？专门带优势给对方。哎、欸，你看我吃兵，全场第二高哎、欸，第三高哎、欸。整场就只有在吃兵啊。全场第三高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这只角色就是拿来吃兵的、喔。没有角色可以做到更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中路再凑他一波。那没大。好。哎，哎，这个没清掉，这边有一只羊。这边有一只眼，我想要，不要再上来。你，他挑你，他挑你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慢慢来，你单个有点不行。哎，等下有那个墨菲特，我一定不能太前面了。别，不急不急。哎、欸，你小心哦！哎、欸，你那个一压个扣子，你看到？哦，下去！给我绑大了！我过不去哦，过不去哦！我要打到五分！哦天啊！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！
没，那边后面还有一个没中啊。还有什么？没事没事，他没事，伊瑞利亚去找了。奇怪，要两个人闪，好爽。大家都会用吗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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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。哎，你点掉这个，那个职业。不养鸟喵哎！哦，减四百，快快快神装了 ！OK， 我神装了。你也神装了是不是？我也神装了。你看我装。为什么你会这么有钱啊？山穿出来了，他们死定了。感觉我们可以巴龙哎，他们下红眼的亮剑是这样的。可以用，再烧一下。我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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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干！那石头人跟神经病一样，你赶快反身绑他一个！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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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星星啊！你要射星星！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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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现在很会拉到你，不要吵哦！好猛哦！没有，被石头人盯好惨啊！努力，我尽力了。哎，我们第四龙哎。那直接去杀 F， 我完全。你没差，反正你玩那只就没有想要保我。我没闪啊，刚刚。靠背，我买到升华物，保险可以退货，差点就当 support 了。跳钱换掉了吗？跳钱不用有啦，你神装啦，你买那个啊，惊人啊！好了好了，啊，不要不要，我要上那个三个魔环。降房、啊、那个叫什么去、啊？降房。降魔房。深渊啊，对，买深渊冲他脚啊，也是可以啊。我刚刚比较不会被一波炸掉。你帮我盯石头人好不好？那石头人一点魔法都没有。刚刚没有办法弄他，我刚刚如果没收到 F 一，大家就要死。好不？他直接撞来，我也会死。好不？他当然撞完你，我才能帮你。对对，我从走这里。对。哎、欸，石头人，晕他晕他！没打没打 ，OK OK。索纳斯，对对。哎、欸，他开大了，开大了。可是我们追不到啊。我怎么踩到夹子了？可以，可以，哦、可以推中吧？为什么不打？打不到，追不到，刚刚追不到，可以推中，可以推中啊！哇，我一个大他就，
可以扒龙，可以扒龙。听扣，听扣，我只会扣。重点是，可以啊。我去打到一狼，我一个人就可以杀人。要你的种子，要你的种子，发气。你要不要绑啊？不绑就不要打。我要、啊。不用吧。我、哦、靠！你在冲啊！被大那个炸掉啊！是啊，你刚你问绑扣子啊，你随便绑都没他、啊。他没看到我。那西吧。啊，你刚死了、哦。就站在旁边啊！我一直以为你要绑、啊、要打、啊。我就没看到石头人啊！你不用管石头人啊，你刚绑那个 AP 就好了。然后就被他撞死啊！我知道，我意思是你直接出一个缓的花，然后我丢一个 Q 就好了。我刚刚没有办法，我刚刚应该是要直接跟着打那个巴龙才对。你们看，我在看你要不要打，看你要不要打，然后就看到自己死翘翘了。想拿到那个巴龙。啊靠！哇，还有放大，可是感觉他可以杀他哎、欸，他为什么不杀他？哦、为什么不杀他？就感觉就来送的、啊，再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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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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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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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死了，回来回来，追这个追那个追这个，你追那个，你追左边那个，有石头人，哎，左边、啊，左边左边左边还有唢呐，有石头人，你可以过来吗？我觉得他在附近哎，你，我不知道，好没有没有没有就好，干我刚应该跟着打巴龙的，我不要看你才对。换掉。嗯，没有。可是应该说，你刚刚要就要早来啊。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巴龙是 rush call。我们刚刚直接硬灌伤害就好了。鱼雷牙都是晚来了。来，你跟他起了，怎么感觉会被我操？为什么不能打好？我刚别太深入了，好扯啊！我们还有一分半乌龙，我把它拿掉。我想象，那撞不死你吧？我闪，我闪，我闪。Grouper 12个月，一年了，猛！订阅一年了，30秒小龙，你这花可以先丢，你知道吗 ？W 种子可以先丢，对，你可以一次中三朵，我记得最多要三朵吧，四朵好像极限。我中再带一丢个 Q 就好。可以直接 rush 哦，我们伤害很高。直接中，直接中，然后你往上站。哇，这会战会输啊！他怎么，他怎么追那么后面啊？我们两个，你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也写小心。好倒了，倒了，好倒了，好。其实我打的赢他，你知道吗？我打的赢他。嗯。我等他们活再吃就好了。可以再吃吧，你本就可以吃啊。哇、哦，他怎么知道？
再打。八七。阿七也就是没 Q 就是八七。妈，怎么知道我在那边啊？我刚刚想说直接把他杀了耶。那我回家干嘛？哎，怎么有草啊？我回补一下，很快。有五龙啦，你们随便打，四打五都没问题。有眼睛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刚想说偷偷摸摸的直接把它收掉。你退下，你直接退下，因为五龙可以随便开，你随便绑随便大。哦，我你现在那个伤害，你大绝直接他就要岔赛了。我懂，你们可以四打五。哎，你小心哦，只要只剩你，他们都不在你旁边。哎、欸、他什么了？他来杀我，结果他没有去。他什么了？他不要讲不出话来，讲不出话来。在跟 A B 斗，讲不出话来，他讲。A B 一样。天啊，这冰火！我还怎么冰心啊？这个唢呐，你帮我种花压在后面好吧？我想要，我要直接硬点。哇操！他不给硬点啊？这么难。阿奇的守塔超烦的，直接夹一波了，操，我死了！喂，帮我，帮我，帮我！我在帮你，我在帮你。打前排就赢了，我们是五龙哎、欸。狙狙。Nice！ 啊 ，Happy Ending。Happy Ending，Nice。看一下输出。我输出很高欸，24000。你输出24000？嗯。我只算输一瑞亚一点点。公话小。我打34000欸。差不多啊。伯杰索纳，这个精英哥是有在听台。他有在听，应该是啥？他有在听实况，他竟然讲那个唢呐是波杰唢呐，超好笑的，超好笑！他讲的唢呐波杰，我跟好逗。好啦，晚安啦，要睡觉啦。Nice. Yeah, 大家早点休息，我们明天再见啊、礼拜二再见，礼拜二再见啊，什么什么2000美的那个没差啦，好吧，大家就是来嘴炮的。
OK， 呵，大家晚安啦。